我是小蒋，今天在大厅喝蜜雪冰城。那场对局结束后，我的傻蛋前男友居然带着冒牌小蒋在桌面飙车，飙车就算了，还一起开双排，忍不了一点儿，我也要在新赛季开双排，让帅哥蛋搭子带我飞。要是万一匹配到个帅哥主播，嘿嘿嘿，这不比大傻蛋香呀？看我操作，大佬加个朋友，要不再来一局？家人们，谁懂啊？鹅蛋掉到了鸡蛋，本来心情就不好，结果更 emo 了。真的是谁呀？哪个死老鼠给我泡住了？看我不拿个彩板给你！像你这样的大师手法一定很厉害。啊，今天真是倒霉透了！这真妈卡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丑八怪，我的素颜非礼啊！正当我要逃跑时，居然发来了一个乘坐邀请。怎么是僵尸博士啊？我还以为是哪个帅蛋迷上了我这甜美的美色。像你这种一天十个赞都没有的小主播，怎么可能？姐妹们，小心心，咱们的挑战只剩下两天了，还是个鸡蛋，怎么没有粉丝愿意报名帮你呀？等你什么时候上凤凰，再带人找我单挑。你欺人太甚！对了，最近蛋蛋向前冲有好多主播在 PK， 我也去看直播学点技术。我就不信新赛季还上不了凤凰了。哇，他们一个个不仅身手厉害，身法大佬的衣服果然就是帅。对了，姐妹们，巅峰赛上不了分就算了，如果连皮肤都没有的话，那真的就让人家笑死了。看看我的衣柜，帅的嘞！那我就告诉你们，如何不氪金，衣柜也能有这么多衣服。今年暑假各大游戏都在搞活动，只要你是移动卡，现在点击左下角枪定超玩包就能拿到隐藏游戏礼包，各大热门游戏道具礼包任选，各种月卡 VIP 也能直接拿下。现在枪定成功的还有整整15句专属流量，买游戏网速快到飞起，相当于直接实现游戏道具和流量自由。还没拿到的，点击左下角输入手机号和验证码就能立即枪定。看他们决赛打得这么激烈，瞬间学到了不少。再来一次，开个四排 ，JK 妹前期是无敌的，给你们看看我鸡蛋的实力。哇去，这么炫，我是匹配到了什么帅哥队？怎么随机的四排匹配到了冒牌小蒋和大傻蛋啊？看着他俩唧唧我我的送超级起步，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可是我才是小蒋啊，大傻蛋他一点都不认得我了吗？他俩居然还在公屏上秀恩爱，他们连名字都这么顺口，仿佛我才是那个小丑。我去，怎么是情侣？秀恩爱分得快，第二把甜甜圈赛，他俩依然在秀恩爱。冒牌小蒋下去吧你。什么？我是冒牌小蒋？从没想过四排位还会被自己队友打下去，这么恶心人的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打败僵尸博士，让大傻蛋恢复记忆。看冒牌小蒋那嚣张的脸，我就一肚子气。有宝子愿意报名帮我一起挑战僵尸博士吗？在老地方留下自己的蛋蛋姓名，我的实力很菜，直接被他们三个蛋飞也是来到了决赛。大傻蛋上个赛季凤凰的实力依然很厉害，我 JK 妹都还没开始出手，刚进决赛十秒就被他们三个给带飞，直接夺冠。但是这场比赛我赢得并不快乐，还是最后一天时间了，如果我战胜不了僵尸博士，大傻蛋就会从我身边消失。你们知道有谁可以战胜僵尸博士吗？